己亲手去做一个面，然后给妈妈表达一下真心，然后给妈妈送上祝福。面就是自己看着办。你护面不能这样子护，你护面要有。我知道，我先给他。你再给他按摩。我觉得我们要分工一下，谁干什么谁干什么，不然我们两个弄得手忙脚乱。做面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主要是用心。主要是用心。听个爱心。阿姨，您的爱心一根面。爱心也是长得有一点太饱满了。这个发出来是不是就是面包啊？第一次看到他下厨，然后又是在妈妈生日这个特殊的情况，我觉得可能给妈妈做面比可能看着他为我做面来的更加感触更深一点，说明他是一个很孝顺的男生。可以吧？可能对我过敏体质，我有一点咳嗽。青菜你也过敏啊？青菜就有点不舒服。我不配。妹妹都笑你了，应该。那种青菜味道我不可以。不配。只有肉才可以配得上你。好，那我们吃肉。